大家好，我是小哈。这次呢，我要来开福袋。那是什么福袋呢？就是衣服的福袋。然后我挑的那个福袋，它从上到下都帮你组合好的那种福袋。重点是价钱，我是觉得很便宜啦，三件才332块，是不是？光听价格就觉得超级划算。我们就来看看哦，我买这个福袋内容物如何。现在我手上这个蓝色的东西呢，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福袋。那我们现在先打开来看看，你打开马上就看到一个盒子，哎，这个应该是鞋子，鞋子等一下我们再来看。有裤子，哎，这个应该就裤子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衣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鞋子，你知道鞋子跟上衣很不搭嘎，哎，他给的是有跟的凉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好看还不好看。那衣服部分呢？我先换上去给你们看，再跟你们说为什么我会笑好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衣服现在我换完了，然后现在我就站远一点给大家看看。上面是短袖的上衣，其实还蛮大件的。然后下面是运动长裤，下面是松紧的那种，整体这样搭好像还 OK 啦。我刚开箱到一半会想笑的原因就是，这一套跟我平常穿的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但是以 CP 值上来说呢，我是觉得还蛮划算的啦，很符合我平常穿衣风格。这个卖家是有读到我心思吗？虽然我是很想要他帮我组一个我平常不会穿的风格。鞋子不是啊，鞋子很跳痛，这样子的组合300多块，很划算的。你看，平均一件才100出头而已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呢，要来开这个衣服福袋，可以试试看哦。喜欢我们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频道，跟粉丝团赞，拜拜。